上忠犬依旧参加骨髓干细胞圈增验血活动。本社自称少宗脸书记者林南古台北报道，此刻米孝子出道的36岁男星曾少宗前天到台中西屯播小餐加一场骨髓干细胞捐赠验血活动，原本有些紧张的他最后克服恐惧拼了，最后还骄傲说不痛不痛，当下同意骨髓捐赠。曾少宗起初还有点紧张，但只要想到如果我的造血干细胞能救到这地球上需要帮助的人，这一点小痛就不算什么。当知道整个过程后，曾少宗才恍然明白骨髓捐赠其实是非常安全的。曾少宗自和米孝子出道，摆设自曾少宗脸书过程就像抽血一般，从手腕上抽血见到如果配对成功，再透析分离出干细胞，经过严谨的配对手续，就有机会救活患有血液疾病的癌症病患。曾少宗认为让人重获新生命，这不光是病患的一生，也帮助背后爱他的家人完成骨髓捐赠。曾少宗很高兴经历这个过程，捐赠抽血不痛不痛，只要三分钟完成，虽配对的几率是十莫分之一，但能够有机会救人一命，这是很难得的事。相关影片取自 YOUTUBE， 如早已出镜请见谅。